温泉的种类很多哈、哦，有碳酸泉啊、食盐泉等等。那礁溪是属于碳酸氢钠泉，那我们的冷泉呢，也是温泉的一种，它的温度是常温大概22度，所以礁溪是温泉嘛、哦。那那个无味无臭，水质非常好。这个我们三大一直不，然后另外那个游泳池那边也有一个心灵，一个心灵区。这民众在这，这人天天在跑。诶，这个狗。我不会修诶。哎。泡咖的，他在叠叠的。哎，他那个为什么我们找一个那个低的？那个是滴水，是的，是的，好的。没有啦，我开杠杆了，现在拿泡不住。疯了。好，那我们要往回走。这个烟厂，然后往回走。还有一个叫做地方黑洞。那个泡脚去，哦，不想泡脚的人泡脚。哦，院长在这里，院长，我帮你们趴在这里。为什么要？他们要，我们表演一下。看这里啊！看这里，好爽。可得。会不会呢？这样会不会？会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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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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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